那谁呀，大蛋，这一段，说了多少话，没有什么意思啊？包子，卖包子！哎，看看花布啊，全城最新的花式。哎，看怎么了？哎呦！ 本为千年修行之魔剑，悟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现如今九成大能，日月为我天地变色，待吾带领那妖魔，把那人间屠的那苍生殆尽。 哇！啥？ 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对良家女子动手脚，本少侠就赏你镇妖玉一口。妖物碰，立即便会原形。谢了。哎，你这西妖，把宝玉还我。区区彩戏，换口吃食，少侠怎么能说我是妖呢？况且我拿你的玉，这不也没事吗？ 剑书跟四叔先生学的，休要嘴硬！啊！嘿嘿，绑！大妖，看我硫磺散！破眼睛！哎呀，我的眼睛！ 水，我的眼睛，水，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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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原来不是细腰，是猫腰。疼死老娘了！拿了老娘的悬赏令，不用自我介绍了。数月以来，我潜伏盯梢，费尽心血设局抓他。今天大好机会，都因为你，功亏一篑。那你若不是妖，怎么也会用妖法？我那是眼术，娘了个逼的！我眼甲师，你不知道吗？没听过。废什么话，给我松绑！快点儿！哇，御剑术，你是太华山的吧？哼，猫妖，你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两个人联手，还不降？不对，是三个人。大姐头又要架挡了。剑圣出手，恐有太多不便。先跑，快走啊！追！这什么？别过来！我对猫过敏的，我过敏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！雨宁，好名字，我叫向小天。为何带我来这里？我不认路，不知不觉胡乱跑。跑去那边找找。谢谢舅舅的同意。哎呀，哎，什么鬼地方？我的天哪！我们还是快出去吧。找我们大姐头的晦气，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小人不自量力，望大仙饶命。不迟，太华山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猫妖，再与我大战300回合，我……蠢货，还不给大仙跪下！你，大仙求财，小人求命，金银法器都献给大仙。乖丫头，还挺懂事儿。阴损的小贱人！等等，降妖不杀，更何况你刚才使诈，胜之不武，有何脸面登侠义榜？杀妖而已，与侠义榜虚名何干？阴险小人！我娘说过，你们太华山历来光明磊落，你为何如此不择手段？啰嗦，我是青云派的。怪不得青云派御剑术偷师自太华山，小贱人偷来了总是差点火候。胡言乱语，太华御剑降妖只争高下，青云御剑杀妖唯有生死，何来偷师一说？死到临头还嘴硬。得确实
个呀？我啊！哇，小小山洞，别有洞天啊！莫要耽搁，猫妖杀气腾腾，随时来袭，不想死就赶紧寻出口逃出去。阴险小子，谁要跟你一起走？哇，哇！大的一把剑啊！小心暗藏机关，不敢乱碰。小人之言，君子听不见。向小天，听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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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背后，小人所指，君子务实。变得如此狂躁，慕容师兄，我们快撑不住了。一些事，我有你事。师妹，是我。师兄，此剑便是魔剑离印。18年前，魔剑扰乱世间，各门派死伤无数，后来联手才将其打败，秘密封印。锋芒毕露，杀气隐隐，此剑世间难逢敌手。
兄小心。果然，除了妖物，寻常凡人哪怕道行再高，也会因杀气太重碰不得利益，轻者被灼伤，重者被杀气吞噬，形神俱灭。像小天是妖，比妖更恶。他是李英的剑灵，昔日李英战败之时，魔剑剑灵金蝉脱壳，即时逃脱。师祖曾预言，多年后，剑灵隐士长大成人，必将拔出李英，危害世界。冥冥中天意使然，小天与你进入剑中，多年后，李英最终还是回到剑灵手中。如今封印被毁，待日后向小天魔性觉醒，世间必将万劫不复。小天，这是娘亲的名字，你记住了吗？哦，记住了。那你还想干嘛呢？娘亲，我想听故事。只要小天乖啊，娘亲一定给你讲故事。娘亲给你讲侠义榜第一名的义尘子大侠是怎么行侠仗义、降妖除魔的，好不好？好。啊啊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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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娘！你答应过娘亲，你要在这儿一辈子，为什么偷跑出去？我也想去外面降妖除魔，成为侠义榜第一。你天生体质孱弱，你要出去的话就会有性命之忧。好了，娘亲要去猎山部了，娘亲不在的时候你不许偷跑出去，听到没有？是，我知道错了。回屋去。待日后向小天魔性觉醒，世间必将万劫不复。走了大运，拔了离阴剑，更不能放了。都来干活了，人跟剑姑一起带走。世界比桃源仙居大多了，我终于出来了。女孩子，女孩子，是活的女孩子，活生生的女孩子。小天，你在干什么？还不快跑！哇，你们外面的女孩子都这么厉害的？第一次见面你就猜出我的名字了，是叫向小天。一直在桃源仙居图里待着，刚刚偷跑出来。姑娘贵姓啊？哦，对，你知道侠义榜在哪儿看吗？你失忆了？啊！嘿，啰里吧嗦的，烦不烦？白石头，继续。嗯。这煞气可真够劲儿的，小贱人敢算计老娘！活该，让老娘世界。这里不是桃源仙居了吗？哎，女孩子，是活生生的女孩子，我第一次见到活的女孩子。哎，快，
我为什么？为什么杀我？哎呀！啊、好了好了，说到哪儿了？哦，对，老娘拿你试剑！我终于出来了，又失忆了。女孩子，是活的女孩子。我第一次见到活的女孩子。大哥，你烦不烦？快动手，她是侠义堡通缉的猫妖。大姐头怎么办？她手上有魔剑。一起上。他们人呢？他们人呢？也都不见了，大姐头。前辈，他现在怎么样？伤势无碍，但是他拔出离阴石，煞气入脑，前世今生记忆混在一起错乱，所以他每次醒来呢，都只会记得现在是他刚从桃源仙居图跑出来的那天。你简直是把我扔在街上的报应。要是早知道他是文人的养子，我就应该……小哥，你谁啊？叫叔叔，胡子还没长全，不怕折寿啊？18年前，我和你娘大破刘月城，得了些烈山族送上的驻颜延寿的丹药。你究竟谁啊？我苦寻你娘18年，她却没跟你提过我。你与我娘相识，大破刘月城。等等。你就是那个和我娘一起把海市搅得天翻地覆，救出许多无辜善妖，还大破刘月城，除掉心魔，收复烈山族，中州侠义榜第一的义臣子大侠。你，哎，小哥，你去哪儿啊？前辈一生行侠仗义，恋恋红尘，负心薄幸，却有红颜知己无数，皆成世间美谈。晚辈青云派上官羽林，久闻义臣前辈大名。你们都认错人了，义臣子他叫夏宜泽，我乃是长安岳无义。岳无义，大眼师岳无义，刚刚多有得罪。算了，万指虚名，不如浊酒一壶。倒是文人，18年来提都没提过。先说要事，你们俩把离阴拔出来，以后作何打算？寻常手段根本杀不死剑灵，青云潭集天地阴阳之灵气，只有将小天与魔剑困入青云潭，我派上下齐心展开黄道万象阵。将他剑灵散为荒魂，永世不入轮回，方可一劳永逸，除去魔剑。就没有别的办法？再无他法。前辈是举世闻名的偃师，羽林势单力薄，还望前辈一路相助。若是把那丑小子逐成了荒魂，本人怕是要恨我一辈子了。请前辈大义为重。
我。这深更半夜的，你想干嘛？我娘说，像你这样的，八成是女淫贼。我怕还有恶妖夜里偷剑，守你身边照应。哦。自打八岁起，我娘就不陪我一起睡了。你身上的味道和我娘一样香，鼻子不灵了，扭过头去。怎么回事？女淫贼！女淫贼！你们别过来啊！小心！你之所以现在这样，就是因为拔出离阴的时候，煞气入了脑。你说你每天早上这么折腾，也不是办法。哎，要不这样。盐甲笔，墨汁永不干涸。没事的时候呢，你就写写日记，你自己看看，也是个提醒。可是小哥，叫叔。那我要是一年两年治不好，每天醒来看这几百页，跟小说那么长。抬杠是不是？跟我们去青云潭把离阴毁掉，你的失忆症就能治好了。哇，好多人啊！赶紧走啊！啊，好。跟我娘做的味道不一样，下回多放点肉。哎，客官，客官，你还没给钱呢。哎，小哥，跟我进去玩会儿吧。啊，走吧，进去玩会儿啊。好呀，第一次有人邀请我去家里串门。二位小小天，哎，别走，小哥别走啊。对，如此轻视的机会来了，你这么多妖，你一个人打得过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当然打得过了。太小，你这孩子，小时候受过伤，他这个，见谅见谅，见谅见谅。走走，大姐头，有人看见那小子们出城了。大姐头，大姐头，大姐头，来我们的地盘了，走，出去堵他们。进了快活山，就是猫妖的地盘了，加倍小心。猫妖肯定会在路上设伏，如果情况紧急，你带他先走，我负责断后。我娘教我，一臣子大侠有缘，九十必须。你能别提一臣子吗？人世沧桑十八年，唯有桃源春色永驻。画工不错。我娘教我的。桃源虽美，但在这方寸之地困了十八年，你是如何度过的？我可以交朋友啊，没事跟他们讲讲大侠一臣子降妖除魔的故事。我跟你说啊，
管我怎么添油加醋的乱讲，他们都信。朋友？对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坐的这位叫旺财，你坐的那位叫元宝，还有这位叫老师。哦，对了，你跟我来。还有远处那棵树，它也叫一尘子。这样啊。而且，我娘对我很好，18年也罢，一辈子也罢，她不许我出去，肯定有她的理由。我自小被遗弃到青云观外，日夜修行。学成后猎魔杀妖，风餐露宿，都是一个人。你这份孤单苦楚，我也略懂。那你还有那么多同门师兄弟呢？青云派同门之间也鲜有交集。师父说，杀妖之路非生即死，孤身一人，杀妖才能心如坚石。怪不得，从未见你笑。笑？为何要笑？为何笑吗？就是当特别开心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好像有10个太阳把心里照得暖暖的，想笑的时候啊，憋都憋不住。是吗？昔日我猎杀一只眼妖，3天3夜不惜假死受伤，杀他的那一刻我很开心，可是我也没觉得想笑出来。看来你还是没理解我的意思。笑何用？这金麒麟是我送给文人的第一件礼物。我们还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醉心演讲，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在乎那个女人。这孩子要送去百草谷，生死就由不得他了。无意，婴儿无罪，救他一命。我早已传信白草谷，他们很快就会把魔婴接走。你，此事关乎天下苍生，岂是你我二人就能决定的？文人，文人，文人，你要干什么？文人，文人。后来他离我而去，我便心如枯槐，再也不愿碰眼家。前辈久不离口，心结如锁，你这样与妖上阵厮杀，能活到今天也是奇迹。我一生研究眼家，什么锁我没见过？灵力锁、弹簧锁、巫咒锁，都不及这心锁难开。我苦寻文人18年，如今寻找这臭小子，却寻不着文人。文人前辈外出寻找猎山族，应该也是在求寻除掉小天体内电灵妖力的办法。猎山族再厉害，也改变不了他就是离鹰见灵的事实。文人这么做，无非就是大海捞针。文人前辈的养育下，小天纯如白纸，不曾被世间烟火所侵染。可到了青云潭，却要用小天性命来换取魔剑毁灭。他这一世，要是永远待在桃源仙族中该多好。当初我和文人抱养他，就是错。现在再让他碰到我，就是错上加错。小天，小天，小天，
小天等等。去青云坛，就是要去送宋子。小天，不是这样，你听我说。大胆！骗子！自己看看。小天受刺激会加速他的魔化，我们一路上小心为妙。小哥，午饭想吃鱼吗？赶路要紧，快走。由他开心一下。奇怪，怎么还不见他们上来？说，易尘子平日也爱钓鱼。哎，你崇拜谁不行？崇拜易尘子啊，他本人就是个叫夏一泽的闷葫芦。有机会我真该带你见见他，看你有多失望。我在桃源仙居中也爱好钓鱼。雨玲，你第一次钓鱼啊？修行时师父没教过，而且钓鱼对沙妖也没多大作用。那你没打过鱼妖？有过，啊，湖中投毒更方便。哎，看，你的鱼上钩了。停，你这样子的话，鱼都跑了。这是我第一次摸女孩子的手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摸女孩子的手。干什么呢？屁股也撅着。手抬高，记住了啊。小哥，你的船能不能让他快一点？就没想叫叔。哎，你这么年轻让我叫你叔，想占我便宜啊？别小心。这是我第一次摸女孩子的手。打起精神来！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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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嘘。
秋又见谁家姑娘眉眼弯弯弯流。别过来啊，哎你别过来啊，再往前走一步。放我下去！看了吧，我从小的愿望就是抓妖上侠义榜。喂喂，闪电！冷笑的镜头，传说刻在墙。像话吗？你们俩，等等我！喂，向小天，又忘，我教你几遍才行啊！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摸大叔的时候。走，对啊，站住，别所以咱们现在大概是在这儿，幸好咱们这一路上有桃园仙居图可以供咱们小憩，等明天下山到了快活镇，不出两日咱们便可到达青云潭。乌去，难怪你们比老鼠还难抓，原来是躲到土里去了。毁了我娘的仙居图，臭猫妖，我跟你没完！今天老娘就毁了你们的老鼠洞，新仇旧账，咱们今天一起算！一起算！上！一起算！在霜天寒露中苦学，你终是回来了。无意，你我相离竟这么久。这些年来，我每每悔唱入庆，当初真该同你一起共赴小天归隐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肯愿意将李英夺来，与我一同离开中州，做一对神仙眷侣不好？你不是文人，文人天罡忠魂，守护中州誓言不变，你不是他，况且他有你这么温柔吗？前辈，小哥，你没事吧？哎呀呀呀！哎呀，为民除害，为民除害呀！三位侠士。请受本官拜谢。
哎呀，哼，这下我的侠义榜榜上有名了吧？有妖来袭！傻小子，那叫烟花。烟花？火光晃眼，巨响吓人，烟气还呛人，我还以为是我娘跟我说的烽火台预警呢。世间就没有其他庆祝办法了？过早，好好欣赏就是了。烟花，哎呀，我突然想起来，知县说在斋香楼设了酒宴款待，你们年轻人呢，应该戒骄戒躁，喝酒吃饭，我一个人去。此时烟花泛天，丑时轻雨如烟，没想到我终究还有如此美景。雨玲，第一次见你笑真美，你以后能不能多笑笑？成天见你发痴发傻，有何值得我笑？笑呢，就好像是，就像是有十个太阳把心里照得暖暖的，于是想笑憋都憋不住。谁教你的？俗不俗？因为幸福才会笑。一声杀妖，尸山血海走来，幸福离我太远。那假如说，假如说我喜欢你，你会不会觉得幸福？我是说，出来也有一阵子了，风也风过了，腰也降过了，侠义榜上也有了自己的名字，儿时的梦想一一实现了，却觉得心里依旧是空空的。人间虽大，我始终是过客，唯一觉得让我最幸福的事，就是遇见了你。小姐，这是我第一次握女孩子的手。二十一次。是。雨玲，至多两日，我们就把林英送回青云潭去了。往后，你能多回讨论仙居中，多陪陪我。如果我可以时常像这样握着你的手，别说十八年，就是一百年，我也愿意。
小天，如果你对下半生的期许都因我而落空，你会不会恨我？把欠知县大人的银子连本带利都给我交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还给我砍，砍也没用。告诉你，那猫妖已经被抓了，以后没有人敢护着你们这些刁民了。官爷，知县大人的苛捐太重了，小民实在是没有那么多钱啊。还嘴硬是吧？今天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刀硬。快给我们讲讲猫妖的事。大叔，快醒醒，快醒醒啊！怎么了？猫妖是善妖，路上降说。去哪儿啊？劫狱。断我财路多年，怎么虐你都不解恨。快活镇、快活山都是老娘的地盘，人也好，妖也好，老娘就罩着他。贱妖，别怕，我来救你。别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都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怎么冲着我来了？哎呀，饶命啊！大恩不言谢，日后你们有难处，老娘随叫随到。你本是善妖，为何要抢离音呢？哪个山大王不得有点压箱底的宝贝？哪个老贪官三番五次发侠义吧，各门各派都来踢我山门，不抢离阴剑防身，怎么照看我手下小弟们的周全？听着更像歪理。妖有妖的理，神的理，不受用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不送。哦，对了，老娘毁了你们一幅画，日后想办法赔给你。我可是大眼石，不出三个月，桃园仙居图便可恢复如初。等等，青云派自古见妖便杀才是大义，若非亲身经历，我竟不信妖也有善恶之分。之前你我种种，多有得罪，妄害汉。天色已晚，找个地方过夜。是香儿。浮世苍生，人妖皆自逍遥，无道不孤也。喂，谢谢啦！
哎，雨林，雨林，等等。你一直没睡。师兄，我看到你留的暗号。师妹，一定要把小天害成荒魂吗？只有这一条，切勿儿女情长，要以天下苍生为重。不晓得。两天没睡了，我怕睡了什么都忘了。明日就到青云潭了，今天最好养足精神。小天，过来休息吧。今夜你若是带他走，我不拦；待他日臭小子见灵觉醒，危害苍生，我再亲手杀他。前辈，舍小天一人性命，保天下人性命，此为大义，我辈不可逆。只是这一路陪伴小天走来，我多希望这条路永远走不到尽头，走得越慢越好，哪怕是多一日，多一个时辰，多走几步，我都愿意用我一生的幸运作为交换。暂封他的耳穴，想哭就哭出来，会好受很多。
女子，你们谁啊？小天，原谅我。女子动手脚，你答应过娘亲，你要在这儿一辈子，为什么偷跑出去？圣旨不如，有何脸面登下一宝？杀妖而已，与侠义宝虚名何干？当初我和文人抱养他，就是错；现在再让他碰到我，就是错上加错。不对，你师兄在吸小天的魔力，这不是黄道万象阵，这是吸星大阵，我们被骗了。师兄，你在利用小天。休有多管闲事。小天的命我保定了。去青云潭把林荫毁掉，你的失忆症就能治好了。你们都骗我，去青云潭就是去送死。大骗子，想杀我？
吾被奸人算计，妖孽被夺走五成，离阴一失，只好蛰伏于此。在吾恢复元精之前，不可走漏风声。属下已经探出魔剑消息，可是雨灵姑娘她怎？林音剑灵觉醒，青云派蒙此大难，险被灭门。今召集各门派齐聚，共商除魔大计。捍卫天道，阻挡魔火，在所不辞。师门不幸养此妖女恋慕魔主，三日后在青云坛斩首祭天，以此妖女为饵，诱杀离音，决一死战。臭小子，哎，为何还不去救雨林姑娘？与吾何干？曾经你俩两情相悦，现在为什么见死不救啊？以前那个一心行侠仗义，每天傻呵呵的向小天，比现在看着顺眼多了。计较好无用，我还是向小天，只是前世今生的种种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你们人类都是骗子！因为文人语，我终生被捆了桃源仙居。因为知县，猫妖险被错杀。因为你和雨灵，我差点死在青云坛。我已铸成大错，但你想想文人呢？他以前做哪件事不是为了你好？去找那猎山族不也是为除你的魔性吗？都是希望你能够度过一个安稳开心的人生啊。我不是人，不是人！我乃离音，天命乃是率众妖灭世，你还信口雌黄谈笑安稳人生，可笑。我觉得让我最幸福的事就是遇见了你。我喜欢你，你会不会觉得幸福？时辰已到，斩！
岳无义前辈，今日就让晚辈来领教一下严甲师的风采。好说。臭小子，你怎么才来啊？你以你忠勇，今日我行善，请你与爱人共赴黄泉。想要我体内另一半妖力，何苦这么大动干戈？咱俩直接干一架不就完了？魔剑，他怎么会有？因为你们傻。小天，他吸了你一半的妖力，小心啊！Thank you.
你拿的不过是一把空壳，我才是剑灵。前世妖灵，却依然是个傻小子，一点做大事的本事都没有。在干什么？你娘没教过你什么叫无极必反吗？想要我妖力都给你，够了够了够了。青云潭之行与你游山玩水，若是没有终点的一直走下去该多好。
意。你娘和前辈重修旧好，没几年生下一个健康男孩，取名岳天心。香儿也在人间寻到家了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漫漫岁月，足够我踏过每一山，每一镇，替你游遍千山万水，弥补你心中遗憾。时间总会冲淡一切，不过短短数载。世间却是沧桑巨变，剑灵向小天的故事成了戏文小曲。至于是不是真的发生过，无人深究。剑灵服饰不过传说幻梦一场，唯有亲身经历过那些事的寥寥数人，记得你心痛明如玉。风沙盘旋一趟的人物没有那么平坦，历经风霜有朝淡然，因为有过疯狂，长大换来的优雅比将来多苦。笑为何要笑？就是当特别开心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就好像有十个太阳把心里照得暖暖的，想笑的时候啊，憋都憋不住，因为幸福才会笑着。我离开聚焦即是云散，岁月和你如愿最初的相逢。数日前我得到消息，长安城会有大妖出没。待我来到闻香楼时，全楼上上下下83口无一幸免。我是天玄教风皇，交手后才知道这只大妖着实厉害，想收他绝非易事。天玄教巫皇在此，妖孽休得猖狂。
这丧歌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无照藏歌，也是第一次见到阴影。无照圣女欲杀阴奴，特来除妖。多事，我堂堂天玄教教尉行侠除妖，何须你无照人插手？若不是我用无照藏歌替你镇住大妖，你早就……你左右。不劳教尉大人，去怀旧村而已，互不干涉。正从我踏进怀秀客栈第一步，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美人等等我。公子，掌柜的，速给小爷盛几壶上好的美酒。公子来追我呀。掌柜的，给我来壶茶。哎，来了。二位有何贵干？您就是本村村长吧？失敬。少侠是如何看出来的？这个嘛。掌柜的，掌柜的，这酒怎么这么满？是让小爷亲自来取吗？对不起，来，坐坐，稍等片刻。你先忙。素未谋面就知道对方的身份，你学的可是阴阳占卜？哼，这你都看不出来。村长肤白且不粗粝，一看过的就不是背朝黄土的生活。教尉大人，乡绅士族不是农桑，你不会见到肤白的人都说是村长吧？圣女大人形如鬼魅，他进了之后不逃不叫，却淡然相谈，想必时常应付官差横匪，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，这个不是寻常地方的掌柜可以比他。他肯定是眼花。哼，你看他身形挺拔不公，双眼目光炯炯，想必年轻时行伍从军，这朝廷素来就爱用地方官吏奉上将士，想必他一定是立了军功换得了村长一职。如此诸多细节就在眼下，简单明了，你却一一忽略。圣女大人，又老眼昏花了不成？炫技。这位少侠好生了得，你看看老夫可否略知一二啊？
一是花色近日才见长安流行，一身锦衣嘛，非富即贵。但是老哥笑容满面，见了我等草民也不摆高人一等的官架子。老哥在长安应该是大户人家，只行商不做官。好好，笔姓余，在长安啊经常给百姓舍粥施粮，坑蒙百姓错爱，总叫我余大善人。失敬失敬。这位张姓公子招惹不得，他的爹是当朝太宰，这个就是怀天，是个混混。啊，这位叫陆通，他手脚不干净。咱们这个客栈鱼龙混杂，慎言慎行。大胆刁民，竟敢如此怠慢，这酒也是入得了小爷口的。公子息怒，公子息怒。过分。荒山求财多不易，莫做绿林刀下鬼。不干不净的怕是黑店。西如，我们走。在这荒山野里，除了你，为何还有人会误找藏哥？我也一头雾水。怀天呢？怀天人呢？对啊。怀天，怀天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大家跟我来。这大妖好生力啊，竟然还会使迷仙阵，可算遇到对手了。不是妖啊？真的有妖？人家只是闻香楼的一弱女子，平素与人为善，少侠与妖斗法，为何接连奴家一同被困？回去就让我爹参你天玄教一门。哎，诸位莫慌，诸位莫慌，让少侠想想办法。诸位切莫惊慌，我除妖无数。哎，就连昔日长安楼、闻香楼的那只大妖，都是被我轻松除掉的。闻香楼那只大妖啊，我怎么记得是教尉大人，差一点被轻松的给除掉了呢？我们且说今日这迷仙阵。
施术者呢就是阵眼了。待我除了这大妖，大家便可安全离开。哦，妖赞我在明，怎么除妖？我自有良策。尸身僵化，死亡的时间应该是昨夜。吴兆宇，我父魂魄在墓，流沙走石，狂风催，其日如间，其月如晦，墨北不可居，何日来归？这是吴兆藏歌的第一节。吴兆藏歌第一节，整个客栈全部都贴上我设下的符咒，我保证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，我定叫大妖显出原形。你来华秀村究竟是为了什么事啊？乌兆藏歌。乌兆藏歌？我乌兆族蒙娜得知到中州找到九口阴泉才方可续命，相传这阴泉的位置就藏在这乌兆藏歌的歌词内容中，可经年累月之下，我族的歌词遗失的遗失，散落的散落，我族族长便命我在中州找寻遗失的歌词。前几日我探得消息，遗失的乌兆藏歌就藏在怀秀村。笔迹竟然相同，同一个人写的。闭嘴！奴家不会认错的。闭嘴！别说了，别说了。真的是的。我说让你闭嘴。是的。是周离。周离。不许再提一个字。叫魏大人，我辛苦在楼下布局。是神神秘秘的。昭离此人你有听过吗？用羊羔协议逼走了这户人家。这脾气
信全都是村长写的。歌声都是他发出来的，可这门窗皆被封死，这大妖竟然可以练就如此高的功力，着实不简单。哎呀，你别出声扰我思路行不行？我又没……小心点，圣女，你别把现场都踩坏了。哦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抬起脚来，抬脚。对对对，别动别动，抬起来，那只脚抬起来，别踩别踩。我怎么？你别动啊你！你脚从那移开。我怎么挪呀？从那挪开。哪里来的水啊？我衣服都弄湿了。水？没有药啊，根本就没有药啊。哎，等等，我们这到底要去哪里啊？蠢笨，你这蠢女人到底是如何当上无照圣女的？村长那儿必然有线索。那不快走，蠢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少侠料事如神，如你所言，这是从村长房中搜出的可疑之物。他便是大妖。他是乌兆叛徒伊奇雅，多年前行刺我失败，然后逃到中州，用死人来练妖谱，还乱用妖术毁我乌兆名誉。成王败寇，杀了你，我便是预言圣女，族长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大妖呢？大妖一日不出，奴家一日不得安心。从未有大妖作祟，先是怀天，再是村长，凶手都装作大妖杀人，实则是扰乱我们的障眼法。少侠，那门窗封死，这人如何是跟妖一样穿墙出去的？很简单，凶手杀掉村长后把窗户封死，
提前用木梁支柱倾斜木柜，保持平衡。根据木柜下面的水渍，不难猜出木梁底端原来放有冰块。等到一切布置妥当后，凶手便从半开的大门逃出去。等到冰块融化，支撑的木梁失去了平衡，便会倒下去。如此一来，木柜便能挡住这个大门。原来制造密室的假象这么简单。圣女大人刚才还斩钉截铁地说大妖会穿墙而出，现在改口这么快？我也看得出端倪啊。从村长房中搜出的书信可知，怀秀客栈就是一家黑店。我那封信早就不知道扔在哪儿了，我是被骗来谈谈生意的。我可为什么每次凶手杀人的时候都会想起乌兆藏歌，而且还会在尸体上刻下一段藏歌歌词？那个什么藏歌听着够诡异的。那是我族乌兆藏歌，是来自阎罗的信仰，可以安抚冤魂，化解怨气的神曲。那我们要问的就是为谁安魂？张公子，昭离，看诸位面相，提起昭离二字似乎都不陌生。我听说昭离是长安文香楼的头牌，名震天下的美人，后来却无故失踪。这间客栈就是昭离的祖产，但却为何被村长和怀天各侵吞一半？在座的诸位是否都和昭离的失踪有关系？昭离被你亲手所杀，还要问他们？你说什么？一年前人家遇到昭离寻短见，见他愤恨厌世，怨气冲天，如果炼化妖仆可是百年难遇的好材料。让人家没有想到的是，昭离怨气过重，妖化后竟然不受控制，嗜杀成性，连小命差点折他手里。妖化后昭离血洗文香楼，后来听闻被你二人出手杀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都怪我一时出力，心急出妖，不问青红皂白。现在事情明了了，我也好，诸位也罢，怕都和昭离的死脱不了干系。凶手就是为了昭离而来，他要把我们全都杀了。昭离曾与我恩爱如夫妻，不过红尘寥寥，情缘一段，我俩彼时海誓山盟，却化为离雁单飞。昭离与我分手后便不知去向，我甚至不知他已死。凶手就是你，姓张的，你就是要替昭离报仇。我当年昭离姐姐艳名冠绝长安，上到达官贵人，下到落魄书生、绿林好汉，昭离无论贵贱都以诚相待，引得慕名而来者无数。难道在座的各位都是昭离的恩客？什么恩客？能用乌兆藏歌杀人，可是我们谁会乌兆语？对对对，
谁会吴昭雨？只有这两个吴昭妖女，嫌疑最大。无名小辈，杀你作甚？行了，安静，别吵了。孟继长，孟继长，听说过此人，他是除暴安良的侠客，在江湖中颇有名望。孟继长昔日最忠义昭离，愿以命相抵，而且他常与南疆的乌兆人多有来往。昭离失踪后，孟继长对我撂下狠话，便不知去向。孟继长在一年前偷走了我教长老的一颗怀形丹之后，便杳无音讯了。怀形丹浸染了受害人血，吃下之后便会一直变成受害者的模样。原来如此。在座的诸位当中有一个人是孟继长所假扮的。昨夜乌兆藏歌响起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哦，在房里睡觉。乌兆藏歌响起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我躲在房间里，不敢出来。昨夜乌兆藏歌响起的时候，你没和张公子在一块儿？他打了奴家，奴家一个人在水井旁抹泪。乌兆藏歌响起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第一次乌兆藏歌响起，众人都晕倒了，你在何处？人家也晕倒了。整夜没睡啊？案发时全都独身一人，无人可证清白，全部都有嫌疑。教尉大人，你这是在怀疑我呀？啊？你们乌兆人本来就不可信啊。不要在我面前晃来晃去，扰我思路，行不行？宋生啊，搜行李都好过你对着这个墙面发呆来的强吧？搜身？别害怕，没事。快住手！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哎呦，不
抱歉，既然什么都没有搜到，少侠，叨扰了，太过分了。少侠，哥哥知道你心里苦，来，默契啊。没事吧？我知道了，他的手上遍布老茧，正是多年行走江湖拿剑所磨出来的。我那封信早就不知道扔在哪儿了，我是被骗来谈谈生意的。我于大善人，不是孟继昌，终于露出马脚了。他拿走的那个包裹内应该就是你阴石之类的作案工具啊。我在那个暗箱里找到了这个，还有数支迷香，无味无烟，我等昏迷的那夜应该也是中了这迷香的道路。仔细想想，我们都是因为村长的信件被骗到这儿来的，可唯独于善人拿不出信件，着实可疑。既然查明他就是孟继昌，还不如一起跟他拼了。哎，不，他既然用藏歌给昭离复仇，那就说明他一定会再回来，所以我等守株待兔，轮流值守。圣灵大人，这下一段藏歌内容是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第三段和第四段都已经遗失了。少侠，现在知道于善人就是孟继昌，那楼上的妖女怎么办啊？她比孟继昌更危险，不能放。人家若真想杀你，你活不到现在。你能不能轻点啊？疼！哎呀，我堂堂一个巫兆圣女，亲手为你包扎伤口，你还在那儿鬼哭鬼叫。哎，你能不能轻点啊？我说教卫大人，你到底懂不懂一点礼数啊？圣女大人，连打个绳结都打不好。哎，你是在哪儿学的给伤患水杨加霜啊？我说教卫大人呐，照顾伤患，我也是第一次。你们巫兆人还真是人才凋零，堂堂预言圣女连这种小事都做不好。圣女之位本来就并非我所想。等，要不是当年邪剑之灾害得我族人惨死，活下来的全变成我现在这副模样。圣女血脉呢，也就只剩下伊奇亚跟我二人。我们巫兆族规特别重血脉，可伊奇亚的行为又特别偏激，我就算有100万个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。这句话说的可怜，但南伯我同情。明知族规过时陈旧，偏要死活遵循，然后再悲天悯人的自我感伤。你们巫兆人就是自找不痛快。哎，我说教卫大人呢，自从我俩第一次见面，你就对巫兆族特别排斥，你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大火气？
绑说。哎，明知回忆心伤，却要自己独自沉默不与人诉说，然后自己悲天悯人，独自感叹。教委大人，你这也叫自找不痛快。让他逃了，还不是因为那瞎子？还好这次没有人遇难。人家总是受怕，十难宴请难安，真的是受不起了，不如一刀杀了奴家便好。好啊，我帮你。奴家只是一时口快。讨厌，吓死人家了。方才袭击我们的人就是你。其实你早就把绳索偷偷的解开，伺机而行。今夜袭击阴奴失败后，你便想逃出去，但没想到大门被堵死了，所以你只能来到这儿，然后用那个方凳撞破了窗户，再把方凳放回原位，制造孟继常破窗而逃的假象。可惜啊，可惜时间太紧急了，在那个方凳的木腿上还有些许的木屑没有擦干净，这就是你破窗的证据。下回想要杀你，就给你这个聪明的情郎一块杀。他才不是个情郎。谁看上他？少说废话，我跟你这个叛徒的恩怨迟早是要做个了结的，可如今大敌当前，想要活命，联手才是唯一的出路。劝说有什么用啊？你们吴兆人全都是死脑筋。闭嘴！杀了孟继常后，我们再一决生死。我还有事儿不太明白，今晚的吴兆葬歌是为谁响起的？这便是吴兆葬歌的第三段了吧？死者脊椎断裂，头发被砍去了一大半，葬歌杀人手段残忍，如何安魂？嗯，
原来江湖传言，四处收集偷走乌兆藏歌完整秘文的人，就是孟继常。帐中所写，余三刀平时用乐善好施装点门面，实则杀人越货，贩卖女子和孩童，正是各大门派千金通缉的中州第一恶匪。余三刀的账本被偷，村长写信让他带着珠宝来赎。他不是孟继昌，所以真正的凶手依然在我们之中，对吧？根据我的推断，都被你二人引入歧途，逼迫于三刀外逃殒命，黄口小儿夸夸其谈，还有何颜面继续断案？那你有何高见？诸位听我一言，保准可以平安出村。杀了他！我？等等，为何啊？昨夜藏歌响起之时，我与西如在房中，这小子在大厅和两个乌招妖女过招，只有你不在场。不是，我不是，哎，我，哎，我不是。我今天非要杀了他！没有定论不可枉杀。天道作何，吞恨者多，宁错杀不错放。人家同意，陆通始终不认，我便当再想别的办法。那就问我的匕首答应不答应了。都该死！你们害了赵丽，都该死！我把赵丽卖入匪窝，我也该死！陆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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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笑死。看来把大家引入歧途的黄口小儿不止我一个。我这就是。不是奴家，饭就在灶台，谁都会。还有五个人，这场游戏颇为好玩。井水有毒。看来我们不被杀死，要被渴死了。我子耳目在淮西，兰皋软香五味迷，
池之将枯，泉之将竭，淮系不可居，何日来期？遗失的藏歌一卷，数条人命和两段遗失的藏歌，莫非是真的受到南疆邪剑的诅咒？上天令我无论到哪里都会带来不幸。幸或不幸都是人为，天意才来得快。吾皇，无论孟继承以后还会用什么样的手段，我一定会带着你们活着离开，这样你才能用藏歌救你的族人。遗失的乌照藏歌就藏在人家只是闻香炉的一弱女子，少侠与妖斗法，为何牵连奴家与同辈？昭离曾与我恩爱如夫妻，不过红尘寥寥，情缘易断。什么恩客能用乌照藏歌杀人？昭离被可是我们谁会乌照你？还用问他吗？都该死！你们害了昭离，都该死！呀！莫非是真的受到南疆邪剑的诅咒？你无论到哪都会带来不幸。那一夜，几乎所有人都陷入了莫名的情绪中，无法救赎。而孟继常费尽心机设下此局，就是要让害死昭离的人放手，互相折磨。老娘三天溺水我吸了，疯女，老娘受够了。孟继承，你有冤报冤，杀死昭离，姓张的这小子是主犯。你住嘴！这小子只是想玩玩，赵离杀到非姓张的不嫁，丑事闹到朝廷，姓张的被连参数百，监狱吊冠，这小子就动了杀心。你当时就是嫉妒昭离，一时糊涂我才上了他的贼船，要杀你杀他，求孟爷饶我一命。你这个贱人，休要颠倒是非黑白，昭离妹妹就是你杀死的。孟爷，今儿我就替你杀了这小子，咱俩的仇算了清。若清儿，别给我装死哦！
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。善恶一念，可悲可叹。最可悲的是昭离蒙冤而死，孟继昌还要他一个人背负所有人的血债。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早已秘密结盟，互证清白，孟继昌不在我们二人之中。定有一人是孟继昌，不管是谁，全杀了便好。无懈可击的逻辑。小心，伊奇雅的乌木匕首是乌兆镇族的邪物，中招之人都会被炼成妖魄。就说你们乌兆都不是什么好人。闭嘴！孟大侠，又遇到了伊奇雅炼化妖仆未成，昭离怨气太大，自己化成了大妖回到文香阁大开杀戒，最终被我和阴奴不问青红皂白的联手绞杀。此番来怀秀村之人皆有负昭离难辞其咎，所以孟大侠用乌兆葬歌杀死众人，以安抚昭离的冤魂。知错悔过，君子也。你亲自向昭离请罪吧。可是孟大侠，昭离是否也愿意看到你放下一世侠名，造下杀业呢？我当年第一次见到他，一人一笑，便在心中种下万千相思结。我对天立誓，他若日日和风安好，我便宝剑藏锋，守护他一生。他若夜夜以泪洗面，我便剑斩千佛。
血洗阎罗。没想到吧，我早已安排了这个计划，就等你露出马脚。我发现陆通肺部没有积水，死因绝非淹死。其实真的陆通早就被你提前杀了，你吃了偷来的怀星丹之后变成了他的样子，并提前藏匿好了他的尸体。随后你用迷香迷倒众人，将玉佩塞入怀天口中，并制造自杀假象。再之后你先引陆通身份潜伏，制造招离妖鬼杀人的假象，未曾想被我看破是他。你只得放弃装神弄鬼，改变手法，继续杀死余三刀。意外的是，伊奇亚那晚刚好袭击阴谋，让你成为了唯一没有不在场证明的疑犯。你在哪？我躲在房里不敢出来，心知暴露是迟早的事。于是在天明后众人分散寻找余三刀尸体时，你偷偷将陆通尸体系上巨石推入井中，这样尸体便不会上浮。待到你被绑时，装疯卖傻吓走西如，再做饭中有毒的假象。最终你跳入井中，解开陆通尸体上的绳子，使尸体上浮，制造完美的假死。袖手旁观剩下五人之间互相残杀。雕虫小技。孟大侠，回头是岸。今天玉石俱焚，也要你们为昭离偿命。孟继长呀，孟继长，昔日为昭离争风吃醋，你一穷二白，赢不过我豪掷千金。现如今为昭离要害我，你又能奈我何？红楼里他这样的莺莺燕燕多的是，你碰都不曾碰过他。究竟看上那个贱女人哪点好？许你侮辱昭离！我本官家子弟，风月场作戏。谁曾想那个贱人却当真非要攀龙附凤于我家，非逼得我杀他不可。就算我玩够了不要了，昭离也不会喜欢你。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的位置，陪昭离去做妖吧。回长安，我便张贴侠义榜除妖，告知天下，孟大侠在怀秀村大妖原形展露，杀人如麻，唯我一人逃得一命。阴奴，
大人，你说一说他如何爱上环。压制孟大侠的妖气，快啊！可是你快去，别管我。孟大侠快意恩仇，不枉我一世，你的功过是非交由后人去说吧。妖气心扉，我迟早喊你一巴掌大妖，为人而来，一刀为人而去。Thank you.